改名改叫臭你的狗是什么意思？你跟厂商沟通过吗？你有谈过我吗？亚洲统神，亚洲统神，轻松幽默的口吻，大反击，电竞战队心酸血泪。来。亚洲统神 T O Y 的狗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亚洲统神原来不是一个会做效果的人。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旁白哥抱抱懒人包，统神 Toys 假做效果真翻脸，画重点，老婆含冤偷报两年前的丑啊。我们有请神秘嘉宾，有请颁奖人。那这个奖叫什么？好、哦。娱乐效果奖是2023星光电竞大赏，找 Toys 颁奖给统神，娱乐效果变成血流成河。效果，这还没颁奖，统神就造起来想拆台。亚洲统神，亚洲统神，轻松幽默的口吻，大反击，电竞战队心酸血泪。来来来，不要那么生气，快！贩毒叫接受审判好吗？你来这干嘛？丢人丢死人啊你！不要脸的、啊、你贩毒狗！统神怒戳 Toys 三审未定谳的大麻案，颁奖人和受奖者不欢而散。哎，统神老婆003也宣布参战。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统神第四度上台，企图打圆场，但全场气氛基本上已经圆寂。003拂袖离去，为什么这么僵啊？因为梁子早已决下。统神跟 Toys 也是因为这次事件变成死对头。事件发生在2021年的7月15日，其中一个环节是让他们两个人单挑，旁门 TOY 力对战丐帮统神，输的人要让对方改自己游戏里的名字。场上也有事先告知双方有这赌约。孽缘结在两年前，两造货要打线上游戏，统神抱怨现场人太多太乱 ，Toys 笑他啰嗦爱碎念。很乱，怎么乱了？就几个人而已。这个游戏主打的是100打100，40打40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不是这样子跟他们走下去吗？不是，你是远程，我是近战，你懂逻辑吗？哎、欸，主办单位要管一下这个，但是叫他屌啊！啊，你进来啦！其他人不要进来。哎、欸、，Toys 认定人设是和统神王之剑王，所以做满火药味的效果。真的，当天他输得太难看了，那他可能觉得太丢脸，就开始赖皮了嘛，也不接受游戏惩罚。统神在这一局结梁子好戏不认输，拒绝将游戏 ID 改成 Toys 的狗，随便改成垃圾职业丐帮，把战败理由甩锅给选到烂角色丐帮，还放大决技出了版权炮，逼 Toys 下架两人直播实况，并当众修理身兼经纪人的老婆。你也很奇怪。你在这，改名改叫臭你的狗是什么意思？你跟厂商沟通过吗？你有谈过我吗？啊，如今也难怪老公消遣起臭意思来，他新仇旧恨一起踩啦。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我真的不知道亚洲统神原来不是一个会做效果的人。亚洲统神 TOY 的狗，对不起。惨烈娱乐新闻，男生吵架也这么好看耶，报道。